Hello，晚上好。等一下，我听歌。早，早上好。我真崩溃了，我们到现在才到中心，我们居然到现在才到中心。羡慕者的猪，谢谢多的玫瑰花。我觉得主要是你知道吗？车上又没什么好位置坐，然后就是过道全是东西，然后前面也是东西，后边也是东西，旁边也是东西，然后我就导致我就是整个过程我是缩着坐的，我是这样。然后你知道我在刷抖音，我又不敢睡觉，我怎么刷的？我真的是这样做的，真的我笑死。我要找个纸来挡一挡。这个衣服从这个角度有点过于的 sexy。好的，这是我的餐巾纸。对，我不会好好赶紧睡觉，我真的要猝死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从早上真的从七点我就醒了，7点醒了，然后就到现在了，7、8、9、10。谁？我一回来拉屎啊！国辉，我真的求你了，我要崩溃了。我刚准备吃饭，然后他拉了一泡超臭的屎，崩溃！我去，那什么，镜头不能近一点，因为这个桌子就很高。不能送你海燕，哎，我没跳，错过吧？哦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我真要崩溃。谢谢你帮来送的，BEJ，干啥？哎呀，我真要臭死了，郭辉，你别搁这跑了，又埋不上，你搁那埋啥呢？滚！每天就把这铲子往下刨，你们要干啥？你想拿一个铲子干什么？拿来吃饭吗你？你就每天不把我东西刨翻，你们不乐意是吧？我真要崩溃，我真崩溃了。你好，哎，登上了。昨天2点睡的。昨天2点睡的，主要是昨天有去那啥，有点听了点事儿，就是大家应该也就是有所耳闻，我就去听了一下，然后，哎，这个特效我是第一次见到活的，虽然之前收到过，但是第一次看到活的特效。谢谢裤子的铃兰花，谢谢小蓝猫的铃，谢谢你们让我看好看的铃兰，就祝你们的生活像铃兰一样，就是对，先一个一个，就是，哎呀，不对，总之就是祝你们能早睡早起，身体好。也不是，就是他们昨天说的造谣的事儿，就虽然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但是我就是去听了一下，哪都有，确实是哪都有他。我要把我的袜子脱掉。剧场，你相信哥吗？哥也相信你。哎，我谢了吗？谢谢小轩的巧克力，谢谢 TTI 的猪，谢谢小轩的2个巧克力。你赛博跟踪不狂？没有，我是昨天，你知道，昨天就是遇到了那个小马跟我说特别离谱，你快去听。然后我本来是打算去洗脸睡觉的，然后我就去听了，然后我还吃了一包他们的麻辣王子，然后导致我今天还长了2个痘。你相信哥吗？就在门口站着，还好哥哥就是，哦对，我们终于到了，崩溃了。那哥哥哥李威，我们李威哥哥人很好的，带着哇！我今天麻辣王子是吧，老好吃了，就是炫了一点。我今天击掌，我都记不动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温柔，我觉得我今天老温柔了。
爱的继承，我觉得今天特别温柔。其实这个假发片还好，主要是我头发太齐了，所以看着就是有点假，但还好。又梦见了深渊冰冷，互相凝望无声。直播看这样看还挺真的，但是其实你看这一截就不真。我觉得这样看就会好一点。上周我真的是买了染发膏没用，哎，我把染发膏放哪儿？忘了。哦耶！记性不存在，吃点饭吧。番茄牛，哦，的黄桃罐头，这几个猫连黄桃罐头都不放过。上周那个是因为只接了几片，这周的多一点。臭死我啦！我要开空调。把臭味吹走，通通吹走，一点都不能留。睡衣，对，就是睡衣。然后我今天还被骂了，他说我就是彩排时候没有穿那个袜子，然后上台突然穿。嗯，我想说，那是因为是我临时外卖，彩排的时候确实没打算穿。今天好兴奋，我老兴奋了。我今天在台上的时候还挺兴奋的，现在兴奋不起来了。哎，抽，那在晕车的时候闻到这个味儿，真的崩溃。没往我们那边。我刚刚说看啥来着？忘了。看哈密，我今天确实哈密，但是我今天特别随意，你知道，我今天特别化妆化特别随意。他们说你还在悠达啥呢？快化妆，要来不及了。然后我，哎，不着急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着急。然后导致我上班的时候冲着来上班的。对，我每次结伴老兴奋了，主要这次还换了一下位置，因为就之前我不是在正中间的后边嘛。哎，就是，要么不在，要么走了，然后就是我今天居然站在很中间，去翻翻，还没有好像，我还没看到，我老兴奋了，我看那个不敢看，为什么？底下全是我谁不酸呢？这谁能不酸呢？和灯 battle，真的，今天不用跟灯，我现在这个场好大。好 big，而且这个灯，我看真正的 full 那个灯老好看。思义今早买的番茄，然后要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说你的番茄记得拿。”他说：“不要了，装不下了。”我说：“那我要，带回来了，有番茄吃了，去洗洗，让我去洗洗。”你知道特别好笑，就是姐姐说大家今天收获颇丰，就大家都大包小包的拎着礼物回来，然后我看了一眼，全是拎回来的盒饭、拎回来的番茄、拎回来的化妆包，大包小包，好像我的包基本都是我自己的。我当时我说啊，我好像都是，我说，我东西多。对，这个板凳还挺舒服的。谢谢小雷的棒，那不是我要熬呀，是我正好才到中心。洗番茄，洗个番茄，洗个番茄，就是说，带你们领略一下，跟我读，洁厕灵，鸡爷洁，厕厕乐盈盈，洁厕灵，OK，带你们近距离看一下洁厕灵是什么样，给你们近距离看一下什么叫洁厕灵啊，一瓶紫色的洁厕灵。哎，我真的会笑死，不知道阿姨装的，就按这个标准找，我都不要求按什么标准，它有就行。这样，
我叫朱绿龙，国营的买不下来。这个剧场的人还挺好的嘞，他们请我们喝咖啡。为什么打问号？上次有人说这是烟水，我还不知道烟水是什么东西啊。我那天跟赵欣姐姐聊天的时候，我说我真不知道烟水是什么，她说会不会是那个烟灰的那个？我说哦，不敢看，没什么不敢看的。我刚刚我都崩溃了，我都不想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居然就是有人把尿尿在了外边，我真的是，我已经没有了，我说不动。没有当可乐，当不了，它是紫色的。那你们就不用，你们这样，你们以后想看我，你们就是喝一瓶洁厕灵，就能见到我了。哇，这个小空气有点脏了。用它就能快乐的拉屎，洁厕灵，真的洁厕灵。下不去喝，你可别真喝呀。你要真喝了，我就是怂恿那什么了，我怂恿对。我这个光圈，我真的，我又该换膜了，我又该换手机膜了。又梦见那声音，我今天特别兴奋，我说你看，其实不用调我也够得到的那个，就是冤的开头。然后那什么，我今天彩排的时候，我说你看，就是不用调，我其实也是够得到的。姐姐说这已经是调完了，这已经是调的最低了。我多冒昧呀，多冒昧呀！他们，你说这多冒昧呀？气死我了！等一下，我在直播。没有，那是洗番茄。我就是带他们来洗一下番茄。谢谢阿胖的哎，直播。今天、明天比上次高，真的吗？那我长高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今天比上次高？可以。OK，我们走。我们不看女厕所，我们不是那种人。我们走 ，Go！ 哦，黑了，好冷。喂，已经看完了，是的，已经看完了。你是什么？轻轻擦肩而过。我想起来我要干啥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要拿一杯水喝，我要渴死了。你有病啊，狗灰！他摆出一副要跟我打架的架势。你是？那你有点不对劲。那你有点不对劲儿。我的水呢 ？My water。哦。哎。我今早刚买的呀，耶耶！哦，摸到了，进去过回，你有病啊！他在扭曲的爬行，他在阴暗的爬行。哎呦！对不起，你们太高了，你们有点太高了，达到了。我宁愿起夜，但是我不能让自己渴着。除非是第二天有事儿的话，我会怕肿。恶毒后妈，我是摆烂了，我是。哎呦，因为绿豆汤要现熬，熬不动了，熬不动一点。怎么一直叫骨灰？因为一直在作妖的只有骨灰。吃个黄桃，人
生圆满。早上应该点点辣的。我还在呢，但是漏了。这还有姐姐请的喜茶，然后我偷偷点了一份，就是姐姐请我们喝了喜茶，然后呢，我偷偷的加了一个豆乳盏。只要他们特别那什么，死不了怪，对。主要是墩墩太胖了，他闹不起来，他肥，有点太肥了，他闹不动，还没卸妆，对，没卸妆，乖，对，我在问，然后他们在问姐姐能不能，他说他们在那问，他说能不能点个什么呀，能不能点个什么呀？我说，我问他干啥呀？你不问点的就点了，你问了。说不定就不能了。墩墩太肥了，我觉得他不是懒得闹，他闹不动。太肥了，他就是不想动一点儿。他就是动不了一点儿。墩墩，我觉得他是这样的，这样他是这个，他是这个心态，闹不动一点儿。这个空调怎么不凉呢？23.5，没说不能就是能，对，没说不能就是能，你去问了他就那啥了。墩墩是有点肥，他老好胖，他现在是全中心最胖的猫。他小时候还挺瘦的。哦，这个番茄牛腩长得就是有一点，好像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好吃。给你们看一眼，就这一盒长得有点像泔水，就鱼啊，对，但它尾巴也不大了，它以前尾巴老大老好看了，现在尾巴丑了，尾巴不大，胖，它胖。你们蹲推不要给它洗白了，它就是胖了。他就是胖，是吧，墩墩？这都不胖吗？给你们揪过来看看。这不胖吗？这还不胖吗？他已经有我那么，他有我宽了，已经。哦，说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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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毛多，他都不只是毛多，他真的是实的，他还不让说，才胖，你说我胖，你们蹲推真的有点太过分了，你们蹲推怎么人身攻击？尾巴就，哦，确实，他尾巴感觉没动，就是身子胖。我觉得他真的很像，他之前小的时候还像梭子蟹，现在一点都不像了，现在太胖了，像不了一点。墩墩看一下，怎么我虐猫，我那什么，我减肥不给猫吃饭是吧？我猫生攻击，我就攻击我的猫，我想攻击我就攻击，怎样？我为所欲为。让我尝尝番茄牛，这个番茄牛奶，哎呀扎手，哼。这怎么还有个蛋呢？我就攻击了，摆烂了。我攻击怎样？我就攻击了又怎样？怎么样吧？你攻击我，你攻击啊！你攻击，我又攻击他了，怎么着？你攻击我吧。你胖，还要说自己胖的呢？
怎么还有说自己胖的呢？它是一只猫，它比我轻啊，不是正常的事情。不是四 D 剧场啊，嘿，哪有四 D 啊？就三。哦，是四 D 了，重庆也有了。我们没关系，我们你在哼唧什么呢？我们命大，我们能熬，我们再熬一熬。我都不知道该说点啥。你相信哥吗？真的，我能说什么呢？你相信哥吗？哥也相信你，请我吃巧克力，你人还怪好的嘞。谢谢若兰的巧克力，你相信哥吗？哥也相信你，你这样子，我真的笑死了。我们昨天在群里面，昨天在群里面，你相信哥吗？别爱哥，哥只是传说。你这能单，你单杀了，你单杀了北霸就没了，北霸就真倒闭了。光脚不怕穿啊，那确实。你相信哥哦。我跟你们解释一下，就是今天没有看到那个公演的，是这样的，昨天孟慧去，就是我们大家不是看人家重庆的新剧场很酸嘛，就大家都很酸，大家都很羡慕，然后孟慧作为一个队长，所以他就觉得他应该去问一问我们的李哥，然后问一下我们的李总，然后。他问什么？他说，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剧场呀？你哥哥说，你相信哥吗？我们哥哥说，你相信哥吗？然后真真也是，真真去找哥哥，去找那个我们李总说的时候。我们李总说：“你酸了。”他说：“你酸了。我们 staff 哥哥是有点油麦在身上的。扔皮球，他说：“不，我们哥哥说，你相信哥吗？那剧场很大。”他们就剧场，他们那个剧场，包括镜头都好好，不要让我们失望。主要是3年了，对，你相信哥吗？相信了3年了，我只相信了1年，因为我只进来1年多。那我能说啥？他说呀，那你能说啥？我觉得就是，我觉得我们李总他就是他不搞笑，但是有点，他就是他有点油麦在身上的，有点幽默的。我想想，
希望有生之年你能来线下。我又不是要天上的星星，我想要一个剧场，都不然天天玩一天。那玩一天的话要钱呢，要住一天，要花钱呢。嗯，现在不来了，你下周真来吗？讲讲。幽默归幽默，我真的很想拥有一个剧场。我真的很想拥有一个剧场。吃点，我觉得这个一般，这个番茄牛腩还没有莎莎给我的，还没有莎莎给我的这个肉松面包好吃。哥，我们只能相信哥呀。主要是真的，你知道吧？太累了。你去一天，我们从早上七点过去以后，起床七点半出发，七点半我就坐到那个车上了。坐到那个车上以后，就开始搬东西，一直到八点才出发。然后去了以后，我立马去做了个头发，然后我开始化妆。化了妆以后上班，下班以后开始彩排。我连屎都没时间拉，我们开始彩排。然后又开始踩大哥，我们把整首公演又跳了一遍。然后我那个鞋特别难穿，我现在脚趾头特别痛。然后弄完以后，然后我们开始换衣服公演。我真崩溃了，真的只能相信哥了，我怎么办呢？看来你们涉猎都挺广的。我觉得应该不会的，因为成都重庆的话远，比较贵。滚蛋。对，然后好不容易跳完了，结束了，到中心凌晨一点。谁懂，真的很崩溃，真的很累。主要是一路上来的时候还好坐一点，回去的时候可能大家东西都多了，然后根本都坐不下。就送车的时候，我一直都是站在那里，因为我找不到位置坐，我大包小包的站在那，站到发车，站到出去一截，然后我才找到位置坐。这会儿你不单推了是吧？今天肯定只能五六点睡，但还好在是那什么。好在是我明天的个人作品我定时了，我可以不用手动起来发。我站回来，没有，我找了一个，那位置真的很窄，就左右都是东西，我只能这样做，然后但是这样做很难受，然后前后也很窄，所以我是缩着脚，我就特别不文明的把膝盖顶在前面的椅子上回来的，一直是单数嘛。六点，然后早转两圈没找，我就一直站在那儿，你知道吗？一直站在那儿不知所措，因为我也看不到外表，我不知道我粉丝在哪儿，我也不知道该往哪边，就是我也不知道那什么，我真的在上面很无措，我也不知道东西该放哪儿，我也不知道我坐哪儿，手足无措站在那儿，然后过道也站不下，我只能站在那个台子上，然后就站着。站到发车一段时间，你是这样卧铺？好的，因为大家东西很多，然后有些人就他可能以为就是能坐得下，然后东西就整的堆满了整个座位，然后后来是。开始疼，发现坐不下，然后开始疼东西，疼出来了，然后才坐下了。看不了到了，对，我就站在那没法，我都没地儿坐。反图，你，哎，我今天的反图，我今天还找那个什么，也就是羡慕的。每一张看镜头，因为我不知道是谁，
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谁。嗯。因为大部分返图发回来肯定是我，就是我认识的粉丝，就是我知道他的返图肯定是会发出来的，所以我要是看得见他的话，我就会看一个。但是我不认识的话，基本就不会发，所以我就很少会看。但是我也会看的，只是就是很少，会少一点，相对少一点，也没有特别少了。只是相对少一丢丢，蹲蹲带去，你还只是蹲推吗？你折磨人家，因为你今天来了，我知道你。主要是不认识的话，就代拍老师的话，我不太认识的话，我就会不知道他那什么。嫉妒，不要嫉妒，就是大家都有机会见到我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后宫有一点广了，但没有关系，我就是一个会端水的女人，熟练的端水。对，你像这样绑个猪，我应该会看到，我要是看到猪，我就会看到。就是后院一只修勾，那修勾的话，干啥呢？你别又把我油打翻了，给我上来！又是郭辉，你说我为什么骂他骂的多？又是他，我后院你要想啊，后院暂时就是。叫修哥的确实只有你，所以你是后院唯一的修哥，是不是这样一想？哇，甜，你也是，你是后院的第一只乌龟，唯一一只乌龟。我看看，热血感，对你绑个猪，或者你绑那个，啊算了，没有。哇，我看到渊的返图了耶，我去，我好好看啊，我去，我好性感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晚上好。后院动物园，哇，你看后院，现在出现了一个后院的橙子和一个后院的裤子，还有后院的月亮。你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凤凰什么凤凰？好好看哦，我觉得我好米啊，朱红荣，我去，让草莓煎蛋给你们点个赞，让草莓煎蛋点个赞。刚才问什么？问，我忘了。我记性太差了，你就是问我刚刚的事，我会一点记不住。都别看，我看，好米好米，朱红荣好米，哇哇！但是我里面穿了两层裤子，我这个人，我就是不会让自己走一点光。不富有，但也不慷慨。不用谢。花荣看了吗？什么花荣？我安全意识很好，你看我这还放个纸。安全意识老好了。我是一个守什么德呢？的女人，主要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看着也会觉得怪怪的。
就是看着我会觉得，这如果露出来的话，我会觉得好像那个，好像来当什么那种，哎，算了，不能说。对，这是张纸。哎，这样是没有纸，但是如果我离远一点就还好，但我离近一点就会有一点点那不太好。我会觉得很奇怪，就是你们能 get 到吗？就是露着就感觉很奇怪，我会觉得有点怪。军大衣跳不行，但是我喜欢穿着，我特别喜，为什么今天穿这个睡衣？因为我觉得那种，就是我们觉得，我和 C 就觉得那种慵懒感，就是那种感觉，那种 feel， 你知道吗？我可以可爱风，原是三人 unit， 爱的魔法是四人 unit， 两个 C， 你让我选哪个呢？一开口啊，确实呢。害羞吗？不是，我会觉得好像在干什么不正经的工作。谢 SGK 的99个小风车，我买了一个小风车。就是我自己会觉得有点怪，就是如果我看得见的话，我发现了的话，就会觉得怪怪的。我目前暂时，以后不知道，但是我目前暂时觉得有点，自己会觉得有点怪。四人 C 真的就很平均，没有感觉自己是一个 C。那我这样的话，我为什么不选一个三人的 C？ 不管他什么风格，但他是三人。假的，我买了。我买了一个小车，说不下去一点啊，是吧？快快，再见，加不了一点，真加不了一点，怎么再见了？电视剧在它更完之前，我不会花一分钱，真正那个是天然的。夹不动，我真夹不出来一点。我该买个声卡。那真正那个非常天然。好喜欢。真正今天的黑猫啊，真正今天的黑猫。读一份儿。啊，确实，我这个声卡确实是找不出第二份。墩墩刚走在路上，音色很明显，就是我们两个的声音，我是属于低的很独特，他是属于，就是那个声音，他的也就是那种，我俩不是一种，他是那种就是很甜，就是很那种像夹子音一样那种声音，也老好听了。自然点舒服。不着急，那个倒没有，我很少听他说话，我感觉他就是，我听他说话就是就基本是前辈好，就巴拉巴拉，就很少，就是他很少跟我就是说那么多话那种。那我去看看他直播。这样呢？哦，我知道那个，那个，我还觉得我好好看。就这张虽然就是有点那什么，有点看起来有点色，但是就是这张我觉得好好看。就哇，好完美一张脸，谁懂？好完美一张脸。我就哇，我真的好羡慕像莎莎那样，就是也不是莎莎是学过，但是就是很牛，很好听。一个 P 图，惨，五点的吗？那是我吗？那是我，这是我呀。我还是会焦虑。我觉得我这周就是在纠结要不要就是不要去拍照，我想养一养皮肤。
我真的好喜欢一些唱歌好听的人，就唱歌好听的人，他身上是有魅力在的，就是独特的魅力那种，好喜欢。哦，我今天还没有看完，哦，看了今天的是上线，上线，我直播标题现在改上线，对，我应该少吃一点上火的。啊，我们今天那个那儿人那个光线特别好，今天就是那儿。哦，昨天，好吧，那昨天的，就是我们那儿的光线也特别好。不不不，是上班那个地方，就店员那个地方，就这个地方，今天这光线老好了。你相信哥吗？我每天都应该多喝点绿豆汤，我应该多喝点绿豆汤。真美，我就需要磨，我觉得我最需要的就是磨皮，我真的需要一个好皮肤，我最需要的就是磨皮。哎，对他们这就是昨天我听说一个事儿啊，我听说他们说就是我在韩雪的千秋乐上哭是假哭，我说还是这样。看不到现场，哦，确实好像每次都是，就刚好，就是我们的刚好。哦，我图啥呢？对啊，我图什么呢？因为说实话，你平时你们也看不到我跟谁麦，就是关系好什么的，就是我其实也不需要，给我整的特别好笑。我说，太奇了，哦，光线不好，我光线好，整个拍出来就会很好，就会很好看。我自拍每次都是找光线好的地方。光线不好我就不拍了，对，就很神奇，图不知道图啥。没事，我在北巴没有拍到的好处是在北巴轻便全世界，不用在意拍的。晚上好呀。哈哈哈！我觉得我今天老好看。晚上好，那个我应该就是像那个就是那个鱼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那个鱼，就是前面有个灯，我就像那个鱼一样，前面吊个灯，照着我。你已经晚上好了几次了？我轻蔑全世界。你觉得你们今天去看我的抖音，就会被我亲。你也觉得哪天不好看？我觉得我今天格外，我每次不好好化妆的时候就会挺好看。你们看我今天这个睫毛贴的像屎一样，但是还挺好看。两次，嗯，两次也是次。安康鱼是读安康吗？不知道哎。全世界，我对我就被我强吻。灯笼鱼哦，反正就是那个鱼。那个这样的，你在首页刷到我的抖音的首页吗？好看的是，嗯，什么好看的是？你不脏，微博首页，我没发微博呀。关的，为什么关的？我闲着没事就喜欢刷抖音，我刷了一路抖音刷回来的，因为太难入睡了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靠推速睡觉，叫人生的大起大落，总是大起大落，看困的。嗯，主要我感觉他几首歌都是那种一个风格放一起。那个水含在嘴里，然后你。
然后你左右晃，你到这边水就会自己流到这边，你再到这边水就会自己流到这边，你再到这边水又会自己流过来，你再到这边水又会自己流过去，好神奇，好响哦！你们都不在意，你们都不在意我的水在嘴里流过来流过去，重力的。但是我就好神奇，我第一次感觉它这样流。一天修一张，那你每天发一张，每天都有的看。谢谢绿河百川寺安河童的两个巧克力，好长的名字。谢谢小鱼仔的帅，帅帅的大男孩，完美的身材，要多帅有多帅，皮肤也很白。含一口空气，哦，真的耶，真的耶，接下来啊，不，空气会的。空气会，我刚刚试过了。会，你们试试，真的，你们试试。我不信你们知道，我不信你们之前就是在看我直播之前知道。我脖子在车上坐的，我都要崩溃了，我脖子好痛。在那个车上坐的，崩溃，但现在好了，非常灵。哎，你们会那个吗？就是那个那种扭脖子，我扭不动一点，就左右动脖子那个，我动不了一点，我会这样。但我不会这样，我不会这样，又能结伴了啊？怎么又结伴？别结了吧，别结了吧，不想结了。不会，会呀。哦哦，你说不会，我以为你说这个空气呢。我小时候学跳舞的时候就不会，大家都很灵活，我不会。动手吧。后来我们老师这样教我的，他让我放个手，就会了，结了四，已经4次了，我以为才3次呢，居然已经4次了。哦，我们不，我们最近在北京巡演呢，我们在北京巡演，我们不去天津，不在，我们北。平时在天津公演，真的，我们只是就是偶尔在北京巡演一下。以为没接班都调快门了，结果哎，有，只要巡演，我本来就是想换一首歌，结果报批又没过，然后又不能换。下一个是哦，对，的仿薛的令神像，我的结伴我都一直在换那个站位，你知道吗？我从4次结伴，我占了4个站位。就是大体是一样的，但是每次副歌的位置都不会太一样。对，在北京巡演，没学好。没有，我是报批，报批不行。那你说我们要想换的话，弄一个那个啥，还是捡漏了？捡漏了，捡漏的呀。我就他们今天快要热死的时候，我没有感觉，是不是因为我出身寒门？因为我出身寒门，所以我不怕热。他们要热，他们热的要受不了了，我觉得刚刚好。也不会天，不会，那不会的，那肯定是在那个。我们不能在一空间早没了，
听听不是，他就是之前报批，按着之前的歌单报上去了。风扇凑合，不，那个电插不了风扇都，我们那个休息室插不了风扇，那个风扇是，反正就是插姐姐的那个夹板都是，就是造型姐姐的夹板都有可能是，都有可能那啥。都有可能会断电的那种。国家的，好高级。但是那个剧场看起来真的就是很根正苗红，有卖。对，拉票不在天津，就是不会有，应该之后没有天津了，因为下周就开始作品展演了。对，没了。没带钥匙，那你怎么办？深点剧场，他们说他们老郭今天就是说想开空调，说不到点儿开的话，要不要？喷出去了，它炸开了。刚刚那个番茄。炸开了，炸了我一帘子。喊 你去密码锁。哎，我那天看见有一个密码锁，我那天刷小红书刷到，就是说他家是密码锁，然后他有一天，反正就是怎么着，感觉密码就是他的密码被输的那个，就是要10分钟后才能再输了，然后他也没放回。他就后来就是谨慎了一点，然后晚上睡觉，他拿阻门器堵住了，然后晚上被阻门器的声音吵醒了，也说那个人已经打开了他的密码进来了，只是说阻门，他有个堵门的堵门器，然后报警了，然后吓跑了，好吓人！你们密码锁要小心，他标出来了。对，我们没有固定剧场，北八3年没有，就是啪一下，他喷了，到处都是。对，我们是天津四八现在，不，没事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宿舍捏。密码太简单，不知道，反正好吓人。我在过道站，什么时候呀？你家里面好吓人，你们真的弄个堵门的锁，你小心一点还是要？对，我是 Team T 的朱红荣。北巴流浪的，刚上车，哈，刚上车。哦，对，我真的在过道里一直站着，我在过道里站到结束。我看到，就是很努力的举起了手机，写着朱红荣。然后我，不行说，不行说，快呸呸呸，这你快呸呸呸，不行，yeah。发现，一你就是最家里最值钱的，可能就是你了，是吧？对，呸呸呸，不能说，说不得，还是要迷信一点。哦，我昨天 TT 给我推了个算命的，让我去算一算，我还没加呢，我只想等发工资了再加他，不然我有点不好意思。万一算完没有钱怎么办？快了，马上我就可以还我华北的巨款了。真的还算不起，我尴尬。就是你知道那天我就闲鱼看到个特别好看的裙子，但它只有最后一件了。女人最听不得最后一件，我说这不下单，这不下单。然后我还上百度搜了一下，我说闲鱼能不能用花呗？他说可以。我说冲，盘他，弄他。然后我自信下单，我自信买了2条，就是它就不贵啊，100多倒是这样。但是，我100多我也只是花呗上有，就是。
在我提交订单的时候，在我提交订单的时候，他说该商户不支持花呗，我当时。主要是你知道吗？闲鱼的话，他是个人，他不是店家。店家的话，我还能把他割了。他是，可是他是一个个人，他是一个手作的女人。这样，我就是我刚问，我问完说我要，然后没先下单，就显得我好像有那个病了，我应该要被他拉黑。然后我啊，妈妈，救命！然后救回来，3个硬币他帮我算，我也能算，我有塔罗牌，我可以算塔罗牌。对，哎，这是星星。对不起，错怪你了，墩墩。只有最后2块，2块他都不放，哦，他让你走了，我以为他抢了，然后走了。对，女人最见不得最后一件。见到最后一件这4个字，他控制不了他自己一点。然后呢，最后去找妈妈了。妈妈，钱钱，他为什么不能让用花呗？气死我了！他为什么要设置不让用花呗？崩溃，还招了新人。如果是单方面看的话，应该好像是要从好的方向发展了，但是。从公司方面看的话，应该是要往好的方向发展，但是我不知道实际情况了。你的了，不给不了一点儿，该割还得割，不能割。对，我可能要被爆，要被挂，就是所以我妈妈求求哦，有花呗提现，不行，不搞这些。对，妈妈带，真倒是算那个 B 站嘛，给我推推。对，咨询半天，然后不买，还下了单。你说，我马上就被他挂出来。然后有某一天，我的粉丝扒到我的闲鱼号，然后发现我被挂，那就真的丢脸了。那就是猪猪丢大人，可能没开，可对他可能没开，又发现一头，为什么是又呢？对我说，妈。范范，琼琼，芊芊，直接我用妈呗，不行，妈呗这个月已经用了好多了，已经欠了好多妈呗了。我的粉丝知道是一回事，但是知道我被就是因为这种事情被挂出去丢大人又是另一回事。他卖东西，那我啥也没卖。那我倒是啥也没买，我倒是挂过一堆裙子，然后时间太长，他自己给我下架了。哎，是他给我下的吗？还是我出道那会儿自己下的？记不住了。好笑吗？我刚说啥好笑来着？完了，我就是我，我是不是就是有点？老年痴呆了，我有点，我是不是该去检查了？好像我被下架，也有可能是我自己下架的，我记不住了，那是我出道那会儿的事情了，记不得一点。对，闲鱼卖东西，看那个东西好不好卖，你得。以前代购都是闲鱼。哦，那我那会儿应该还不，我之前我是反正老就是到个高中，反正高中以后吧，才开始网购的，才开始用网上的，因为我没有银行卡，我是在我有银行卡以后才开始在网上买东西的。对，有的会沟很难沟通，而且就感觉很凶，有的卖家感觉有的人感觉很凶。就是买东西的时候，感觉就是很卑微，有点凶凶，但是又想买，哎，人就是我就是贱，我又想买，但他有点凶，
客服的比较专业，我最专业了。亲亲，想要一个爱发电哦，专业吗？老专业了，没有也可以，一叠也行，铃兰花也可以。亲亲，这边只要一个3000鸡腿就可以凑1万了呢。没被打击。其他礼物那就铃兰花吧，就你了，TS。既然你都说到这个地步了，那就你了。没被打击哦，想送煤气灯。嗯，明目张胆，这要打劫？好吧，栓，但是谢谢你的小风车。视频也行，视频500鸡腿。那来两个吧，两个小风车。啊，我今天看到个视频，特别想拍，就是先是这样擦边，然后 谢谢 TS 的又一个小红车，你人还怪好的嘞。那个，我特别想拍，两位你们找找，我老想拍了。嗯，这个。好想拍这个，没电了，浅浅的充个电吧，那就，我不充电，电不充我，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。今背叛我的人，我啪就是100万。不希望看到什么，好想看，放心，一会儿就拍。我还是有一点条件的，只是没有那么夸张的条件。我硬查。你好，我在直播。醋，楼上没有。楼下那个柜子里有，就是你就是他那个厨房上边那排柜子最憋屈的那个，中间有个柱子的那个的左边，不是拐角，是那个油烟机上面有一个柱子的，就是这一根柱子的下正下方的那个，记不得了，反正那个柱子左右都是我的东西，你找一找。嗯，没有，没电了。我有好多呢，我有好多呢。对，不怕人，我就想重新拍这个，但是我今天脚太痛了，不拍了，决定。我还想拍这个呢。哇，我今天看到北京有这个，啊，不对，这是厦门的。哇，这个按摩，感觉有点功夫在。好牛啊！听懂掌声。下辈子可以不说。我条件我还行了，我还是稍微有点自信的，只是也没有人家那么夸张了。好牛啊！好想去，如果不是那什么的话，我想体验一下。你烧在我背上，嗯，我讨厌你，我讨厌你，他们摔下来怎么办？没关系，那我可以去世，我该去世了，我该去世了。还有这个，郑重声明，本人于2024那个，
我那个我的我这个对塞了纸，看啥呢？看那个看那个。家人们救救我！我在断舍离，但是我真的不忍心扔掉这些瓶子，扔掉它们我会愧疚一辈子的。快给我一个不扔的理由！空手套白狼，好香啊！哎呀，我先吃。来，群里一下人数。阿姨。不塞纸会有点太暴露了，会有一点太夸张了，有点奇怪。怎么你们就是你们都那什么？我好爱，也没有，我很久没有买了。我很久没有买了，因为贵，我已经2个月没有去逛了，因为没有钱，逛不起一点儿，买不起一点儿。但它确实是好看的。BF， 那个倒确实没看过，下次去看看。哎，为什么没有再冲啊？这个店？贵，真的贵，但主要就是他那个衣服就是很符合我们就是平时就是的穿搭，而且好看，而且好看，这样可以不用塞，这样可以不用塞纸，但是我还是想塞一塞，有点怪。你们就当我在就是在吃饭饭前那什么。碰在一起了。嗯，就是很适合上班穿。我平时我就喜欢穿大 T 恤，给你们看我平时穿啥。哎呀，算了，不想找。对，这是我的口水巾。猪猪 T 恤，我有新的 T 恤。嗨。我还有，这个是，哦，这个是李四给我的，他买小了。我说我能穿，我平时我不在意大小，我能穿。他说他想穿大大的，我说我都行，给我吧。对，德玉买多巴胺。还有件绿色，我也觉得 T 恤挺好的，方便。这个效果什么效果？口水巾，在吃饭，用点口水巾，吃个鸡蛋。那个肉我实在是没什么太大兴趣。哎，我觉得多巴胺穿搭确实蛮好看的。但是有点太亮眼了，但是有点好看，但是有点过于不日常，但是又想穿，矛盾，但好看，开的那件，对，那个是抖音，我买了2件，好吃，我觉得卤鸡蛋特别好吃，对，现在是早饭，2:30了。该吃早饭了，我该吃早饭了。你们以为我是没睡觉吗？没有，我刚睡醒。那么大，吃不完。这个吗？你去，这个蛋，哦，我真的很喜欢吃卤蛋一类的东西。
我早饭应该晚上吃，为什么？我偏不，我就要现在吃。我偏不，我现在吃早饭，我晚上吃，我要正，我是一个正常的那个什么，我要吃晚饭。为什么睡不着？你给自己催眠，就睡吧。没有，你就是什么都不要想，放空自己。我每次是这么睡的。老辣了，那我知道了，是不是有个把柄的那个？明天你们将会在晚上看到我，但是你们可以在中午的12点看到我的证件。这个吗？老贵了，多少钱？哦，吊牌被我摘了，不知道多少钱。反正他家衣服都贵。想出书怎么办？那就去把我的 PV 熟读并背诵。那边我知道了，那个很贵，我加购物车，但我没有买。后来我发现北巴有人买了，我说我想穿的时候到他借借，点个赞。对，明天出，明天中午12点半出。明天我虽然就是可能要睡到个下午晚上，但是你们可以就是在我睡着的时候，把我的 PV 熟读背诵。好像是雅文的，真真说不定也有一个，但应该是韩雪那个借的雅文做的，老好看了。背不来点，那你背两点，你背两遍，人家背一遍，你背两遍，你们刻入 DNA。对，你晚上睡觉，悲伤的人呢？OK， 明天检查，很正常。其实好像衣服撞就很正常，大家都是在一个淘宝买东西。那你们白天听，你们不要晚上听。那你们听这句，请相信。在乌云背后总有光。我想很正常，来买东西，衣服就那么多，那么多人，好听，好听，爱听。乌云背后是雾霾。显得你撤回，讨厌你。对，那么多人，而且大家就是穿搭其实差不多，都甚至是主打一个女团风，所以就会就撞很正常。怎么了？那你上来吧。哎呦，那你上来吧，互换衣服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就是我后来发现还是自己有方便一点，能自己有的话是自己有一下。还想听，明天去听，明天12点，明天中午12点半准时锁定朱红荣的微博。不知道有没有，按北巴的尿性应该会有吧，甚至想。什么都磕，你这个针就有点什么都磕了，你这针就有点什么都磕了。你看他像个小孩，给你们看看。很急。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就是都是猪语，作为一个人来听就是很急。爱猪姓猪等猪。期待了，不知道有没有。他真的很乖。
所以为什么我骂他骂的少？你看这样的猫，他能惹什么事儿呢？他顶多是会跑垃圾，他每次是跑垃圾，他看到两个事儿啊，一个垃圾桶翻了，一个是地上有屎，那绝对是墩墩干的。这两猪，嗯。下东西，大肥猫，顶，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巡演水平就是能巡到天津。猫太上，它不会拉屎，对，都是朱国人，它不会拉屎，是正常猫是蹲着拉，它站着拉，翘看起来翘得很高，但它的屎都要经过它的屁股上的每一撮毛，所以就会沾屎。你是猫猫，你为什么听得懂朱语？魂归来兮，好奇怪哦。那谁知道公司愿不愿意？往南方去，去昆明，支持去昆明巡演。厦门，哦，厦门还，好想去厦门。能不能去昆明巡演？能不能去昆明巡一巡？成都，那我不回来了。我从成都巡完，我直接回家。巡完我直接回家，对，我去做昆明一姐。我巡完我直接就回昆明去。然后我就可以给自己放一个假，又回一次家。猪猪别，猪猪回趟家都不行吗？猪猪想回趟家。悲伤的人呢？昆明 KUM 是吧？好想猪猪，猪猪好像快撤。哦，那可以。对啊，我就回趟家，我又不干啥。我每次听炸成一块撤，我觉得特别好笑。点点点，干嘛点点点？朱黄降临昆明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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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朱黄，你这个词不太吉利，你这个好走好有点不吉利。快吃，猪猪快撤！我每次都想喊一声，我每次想跟着喊一声。走了，小猫。哦，不走，他只是想贴着我。他不走，他想贴着我坐。你想贴贴是不是？他只想贴贴。他每次这是一颗撤，这红人不撤啊。你说那每次朱浩荣不要走，然后我不走，我不走，谁是我走不走？朱朱不要走，小猫猫，那有点难，就是看性格，因为我养的三只猫只有墩墩是这个样子的，自己做家务，那你遇不到了，贴贴。接不来，老艺术家，为什么是老艺术家呀？你想猫猫，不好说，不好评价，我不好说。看看我们 B 界是不是墩墩？算了，还是别看。谁？好像是的，怎么了？不回你想摸摸？你不想，那你走吧。哥哥听见要打你，哥哥听见打你。好米啊，朱红荣，好像是。其实是应该是的，
但是女生女孩子永远都十八。你干嘛舔我？他画了一个猪猪猫，你看我也画了一个，我也画了一个黑猫送你、啊。醒醒不提提，醒醒不让，醒醒觉得思忆是他的妈妈，差点睡着了。那你可以趁机睡觉，晚安晚安。醒醒觉得，醒醒觉得他的妈妈是思忆，你都说话了去。八不安，但我也可以画别的呀，但是我画的是那个啥。不，你们不懂哥的哥哥的点，你们知道他就适合那种，你不要动我的筷子，他就适合那种性冷淡风那种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不懂，就是他每次彩排的时候，就是死迷养眼的时候，他就适合这个样子。双剑合璧，哥哥特别适合那种死迷养眼的样子，就是不爱任何人那种表情，就是好烦。好烦，好烦，那种时候，哇，老帅了。他适合这样。他今天眼妆，我真觉得他今天真的，他尤其是彩排的时候，我甚至给他彩排的时候录了一个风发给他，真的很帅，纯，可不行这个玉啊，他确实白。无心恋啊，对那种感觉，他用射出上，他真的香，好烦，不想理任何人。谢 HTT 的巧克力呀，迷死他们，迷死我了，对不起，确实是迷到我了，那确实是迷到我了。偷听的头皮发麻，李少，李少在我直播间吗？没电了，完。哈哈，不，这太适合了，我的天哪！我每次看他彩排，然后我就是店员说哦，都听说，再说一些就是不能说的话，不太能好说的话题。你不知道，我就是范上哥的时候，哥哥是什么时候呢？我范上哥哥就是在他有一次过新公演，当时过 VRBEJ 的时候，然后当时。是这样的，当时是什么情况呢？什么情况来着？当时哦，对，他是穿着拖鞋，然后一身像乞丐一样的衣服，就他那衣服破破烂烂的那种，你知道吧？对，当时排 VSBJ 的时候，然后他在那排，然后我们当时新生还没有说要出道。然后我们在那看，然后他就穿着拖鞋，然后头发凌乱，然后穿着一身像就是那个乞丐服，然后死迷养眼的就是跳公演，就是为什么说死迷养眼的，就是真的就是他就是有点死迷养眼，哥哥呀。张成一啊，你别发给他。但是虽然我跟他也这么说过了，就是那种死迷养眼的时候，然后表情没有任何表情，戴着口罩就。就这种样子你知道，哇。哇，你们不懂，我狠狠的。着迷。狠狠的，就是为他着迷。快叫小后辈，那我是第一个。光听着，哇，你老帅了那会儿，那一下子，那一下子戳中了我的心巴，一下子就戳到了我的心巴，给他塞的好看一点。啥意思啊，大哥？怕走光，防走光。
防走光之。对，我是头号，他们都是后来者，都是后面的。全员都喜欢，看过都说好。不想念，我不想写信。想不到吧，原因居然是这个。他问我了，他说他找我写信，我说我不写。大家才知道他真的好。老我真的懒，胸口对，怕他着凉。保护一下。他问我了，我说我不行，不想写。不想写。他来找了我的，我说求你了，干啥都行，不要写信。对，怕掉进去。没有错付，我写过一年了呀，我写过一次了呀，而且就是我有上他的助演，我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，对吧？主要是我这个人那就写憋不出什么好屁，又写不出什么好东西，那我不如把这个机会给别人。对，写完还得念。好吧，我承认我懒。怎么样，我就懒了，那又怎样，让给别的妹妹，那我也不知道他会给别的妹妹。但是我确实不想写，没记住我一点儿。哦，但是我当时是蓝头发，我记得蓝头发齐刘海那会儿。文化造诣，我真服了，到底谁低？我真是，你好意思说我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大哥别说二哥半斤的八两。啊，什么，我那会儿我觉得老好看了，我的初眠。哦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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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，我第一次跳这种类型的歌，当时是。那我找找我的。是这个造纸。啊，造纸。是造纸术。你的玩手机你看看。你看多帅，但他这样认真跳舞其实没那么帅。喜欢他随意，他本来那天想让我跳瓜的，结果我都学完主歌了，他说不行，他接受不了自己当花，然后我们又换回来了。是造诣，你看，就都怪你玩手机，就喜欢那种省电的那种版本，你们懂吗？那种省电的版本，我本来想去拉屎的，我今天，然后我看到他彩排，我说哇，看，不拉了，然后就导致我就是憋了很久，就是你不知道，我真的很喜欢那种舞蹈好的人不好好跳舞的时候，就是滑，就是那种，就是彩排的时候就是滑水的那种样子。没有，我后来去拉了。不，我在趁着那几分钟我拉掉了，就是在彩排前的那几分钟。脸臭点。有病啊，夹断。没有憋到晚上了，没有憋到晚上。比如就是像哥哥这样。啊，我真的很能 get 到这些，就是这种，我真的很爱。就是那种。省电的时候，哎，这下我朋友还来看，我朋友就是，他说他旁边，我朋友说他旁边有那个，有人在喊我的名字，然后他们本来在那喊朱姐，朱姐，妈，朱姐怎么说着，然后听见旁边有人在喊我的名，然后他们说，他们，
啊，朱红就是他那个女那个女人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怎么了？那个女人哦，那个女人，哇，算在自己的啥？哪个呀？好，我要去看看。你看这里，我其实忘动作了，漏了一个动作。多好看啊那会儿，好的，老好看了。这对叫猪鳖孔明，我们还有超话呢，都没有人在意。叫猪鳖孔明，好几遍，但我现在就是会循环播放的几个 flow 啊，我就会循环看的几个 flow， 让我看看。首先是首当其冲的是正负，哎，正负我会循环看，因为真的很好看。我就是每次出去拍照在路上我都会看，别记错。对，但他那会那个歌真的太累了。哎，还有一个正负。哎，老好看了。我也喜欢我现在这样的风格，其实就是什么风格都能跳。之前就是很局限于可爱的那种，但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啥都可以。你看，我还有三，我有三个风，还有吗？不知道那个删掉没有？之前是有四个的。但我后来找不着了，我觉得是不是被他删掉了。还有那个啊，还有猎梦我也会循环播放。想对还有猎梦我也会循环播放。哦，还有 0.2S 我也会看一看的，但是看的不多。你看甜妹也可以当，还有什么？我就是最近经常特别喜欢看的，循环就是循环播各种播放的啊，还有这一个，我觉得这个哇，这个腿好长。虽然就这个出了点事故吧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看，喜欢 0.2S 是吧？我也喜欢那个，但我看的后来看的不多，是我那天又那啥抓来走去，我的手什么意思？我的手抓来走去，抓来抓去，抓嗯。百变，对，百变猪猪，那个哪个呀？我什么都可以，可盐可甜。我现在还有什么？我记得我还有一个会经常看。哦，还是圆，打错了，头好大，可能是因为我那个头发垫太高了。电太喷了，这个我也爱看。哇，你们知道我今天特别那什么吗？风机就那句不是我的词儿，风机区吹，我吹的时候。特效怎样啊？但是我 P 图我确实会给自己开一点小头。是的，哦，七周年那两个我也会看，我当时觉得红衣服更好看，但我现在觉得白衣服更好看啊。
是吧？我当时觉得红的好看，现在我觉得白的更好看一点。我们天又看了一遍，觉得白的好看。好喜欢这个红的那个，就是后来看还有甚至有点勒肉。那个凳子太高了，我实在是抬不过去。他们居然跨过去了，我跨不过去了，我选择不要为难自己。什么时候穿？我今天那个啥了？看，我们是有超话的。哎，调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我俩还有超话的。什么时候？白色显胖，我喜欢看，所以但是不喜欢穿，有点见外，还行吧，我不就是尽力了，努力了，一只猪，对，单推 D 哦，我好像有所耳闻，我那天跟哥哥聊天的时候有所耳闻。现在好多地友，而且我就是每天在刷到有地友要再出道。你才小短腿，我就算是短腿，那也是大短腿。一只猪，最后的归宿，为什么？你看墩墩，你们看墩墩，他在这一直趴着，一直趴在我这里，他喜欢就跟我贴着。我去地，那我去当北京地友女王。哎呦哎呦墩墩，哎呦蹭蹭，都挖过来。拔现在就是大批量招人，感觉。我不能，我就不，我怕你。哎，你越想看，我越不让你看。天津，我是天八 ，team T 的朱红荣，你看不到。哦，没有直播，今天也没有直播。哇，有什么区别？我不够。好吧，承认了，当不了，当不了一点。不当，我去开一个猪吧，昆明猪吧，听起来好奇怪哦。我去开猪猪四吧，我去开一个猪猪四吧，烈于火焰的我。寒雨冰霜的没有，你作为猪国的人怎么能吃猪肉？只招姓猪的，那也不至于。招点猪系长相啊，不行，猪系长相不好看，猪系长相那得这样，不好看。你看我这样看还挺好看的，这样就丑了，所以就是这个鼻子还是蛮重要的，不能这样，不能找相机，不能找猪系长相，慕斯。不好看。对，玩玩累猪，累不了一点。每个人都是独特的，所以累不了。猴系长相吃香，我觉得每个长相都有每个长相的美女，是真的。我这鼻子遗传谁的不知道，我家谁是这样的鼻子没有观察过，但我觉得我鼻子还挺丑的，我鼻翼老宽了。烈于火焰的我，
云南的长相没有吧，我觉得云南鼻子，我的鼻子也不算高，说实话，就是给你们侧脸感受一下，给你们，我拍一张给你们感受一下。你这样看的话，我的鼻子其实并不是很高，我的那个鼻子属于是修容打了修，就是还可以，然后打了修容以后就显得比较高了点啊，承认了，那确实是巴掌小脸捏。好不要脸啊，但我头大，但也不算很大，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有点大，还好，我觉得我鼻子其实不是很高，但我觉得鼻翼宽，我每次就是会在这打修容。哎呀，中国百分之不至于，我跟你说美女还是很多的，我这种算普通的，我觉得我长得算是那种勉勉强强说得过去。我今天没有，不是接头发，是那个假发片。对，但是我就是我觉得我长得就是比较协调，只是说就是长得稍微协调，就是不至于不至于，除了你没有，你看最自信的人出现了，小蓝猫直播间最自信的人，我头上有10片假发片，你们信吗？你们感谢我头上有10片假发片？对啊，这是直播呀。但是我妈跟我说，你这个鼻子是有福气的，你不要就是，我每次跟她说，我觉得我鼻子丑，她说你这个鼻子，我你说什么小时候有人看过是有福气的鼻子，我说好。中正，三庭五眼是怎么看的呀？我的发际线其实在这儿。是这样吗？这样吗？鹰钩鼻，我其实我感觉我有一丢丢，但不是很过的那种。怪经验，我喜欢长头发，其实，但短头发有短头发好看，它两个是不一样的好看。我觉得我就差点发际线，我就需要去弄个发际线。我真的很需要一个发际线，我觉得我只要有发际线我就完美了。中庭长哦，因为我是短脸，我属于是短脸，普通，我觉得我鼻歪眼斜，也没就是平平无奇。我真的很需要一个发际线。播到几点？播着看呗。哇，3点了，我看看还有几点。倒是我现在不困，还行，有刘海，我肯定会就是，除非就是我真的去植发了，不然我应该会一直有刘海的。对，因为我是短脸，你看我跟 C 一很鲜明，我们两个的脸型就是完全是两种脸型。你困吗？你睡呀。你们不会等着我下播然后再睡觉吧？明天倒是没事儿，我就是明天没事儿，所以我那么放肆在这播，无所畏惧。啊，真的吗？那你们要这样的话，那我确实该下播了。5点多，那你们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确实该下了。综合一下，这是综合不了的呀，这是脸型上的问题，别的还好说。但脸型上感觉很难中和，但是就是只是肆意想要短脸而已，但是其实他的脸型是有另一是就是不是同一种好看，但是是好看的。哇，太慢了，太难了。他的那个他是好看的，他那样是好看的，只是他比较执着短脸。但我觉得他那样特别好看，挺上镜，特别上镜。酒店，他是不是那种网，就是好多人用一个的那种？
你抓羊了，绝了！一个小时北，那确实有点太慢了。一点多，一点多到北京。对，就是人看自己总是觉得不好看。就像我经常就是会翻一些我觉得自己丑的照片，但是给你们看，你们觉得啊好看，你们就会说啊好看，但我自己觉得丑的要死。哎，我找找。哎，算了，不找了。总之，人就是喜欢挑刺儿，喜欢挑自己的刺儿。所以你们就觉得丑，直说，直说，不在我面前说，是吧？是吧？嗯，是吧？小狗。那照镜子，我倒是一直都觉得挺好看。我对自己的长相非常满意。我对自己的长相还挺满意，也不能说非常吧，就是还挺满意的，除了就是发际线。你觉得？我最好是，我确实，我就是觉得我的鼻翼。但是鼻翼是可以靠修容修的，还有我没有下巴，你们其实会发现我的下巴这里是平的，我的下巴这里是横的一个横截面。为什么你们看着有呢？是因为我打高光，我把高光打到这儿了，所以看着我有一个下巴，但其实我的下巴是平的。所以说人总是有缺陷的。但我还好，我稍微满意，稍微对自己还是满意的，对化了妆的自己。对，主要是我其实别的都能接受，我唯一不能接受的是我皮肤真的很差，崩溃。我最不能接受的点就是我的皮肤真的很差，会把人拍丑。但是我光好的话怎么拍都好看，今天的光就特别好，我五官我觉得就是你看单看其实每一个都没有很好看，你再看鼻子，你再看嘴，其实单看的话都不好看。发际线所以我手动画了。没养，那确实，但是我确实就是在北京养不养感觉一样。我从云南，我回家的时候就一直在好。好看不好看啊，这是我化了妆以后，那你要看我没化妆就是不好看。你们好会夸。我的嘴。不，你们看我口红都抹到这儿了，而且我会给自己开嘴角，有些觉得嘴小的话不好看，我会往外开一点点。我这周确实有点多，但我还行，我偶尔容貌焦虑。但是很显然我今天并不焦虑。我今天一点都不焦虑，我觉得我今天老美了，迷死所有人。对，我会往上运，缩短中庭。不是啊，是我故意开的，不然会嘴有点小，感觉在脸上不协调。讨厌你，粘的巧克力，我讨厌你。凌晨好呀，凌晨好，好爱自己。
好美一女的。舔屏，你唇峰都画不好，我也是瞎画，你就往上匀就完了，往上抹就完了。你看我画的也不好，好爱猪猪。我就是往上抹，你其实发现我抹的并不均匀，就是抹完就完了。我真的很喜欢这张，我真的很爱这张。指南药那倒是可以的，我就好爱自己，好美一女的哦，好完美的女人，好完美，你别删呀、啊、我先保存。就是半夜了，到点了才该猥琐了。好爱自己哦，哦，好喜欢自己。1200张脸，太不容易了。1200张挑出9张不崩的图，辛苦你了。对。这张真的很好看，可是这张真的很好看啊，真的很好看。嗯嗯，我今天抓不住的，但他不让我换衣服了，原1500张哪张，因为我那个袜子他不让我换衣服了，我说没关系我也不换了。剧场老大了 ，so big， very very big。几号？今天的呀？但我没有直播呀，今天巡演没有直播。我3:30下吧，因为我眼睛开始有点痛，眼睛有点难受。大还挺好的，对，除了我就是。除了我的那个叫什么，我那个叫啥，大风奔跑的有点困难，因为它宽的话就是我要从那边的3点跑到这边的3点就很那啥，不行啊，它好看啊，不是它不行，你知道我今天戴多长时间吗，它不是它不行，是你换任何一款你戴那么久都不行。对，真的，我真的狂奔，睡醒了，怎么大家都半夜醒的？他不是不行，我今天从几点开始戴？我今天从12点开始算，1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，我戴了15个小时，你说他还能行吗？他行不了呀。那怎么行呢，一直在陪着叔叔，你那边几点呢？这样子。我戴了15个小时。我觉得我能原谅15个小时，他确实是可以该干巴的。该难受的。刚刚有怎么了吗？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我就是想吃一个黄桃啊。对，嗯，这个黄桃有点难戳，嗯，这个黄桃有点拿不上来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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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混脸熟也不算很新，见过了。会不会长？不会的。你没听见？你非得说出来是吧？没事儿，就是刚刚墩墩打了个嗝，墩墩打。谁是小短手？
那是叉子的问题，那跟我什么关系？我这样我知道了，我用那个，我用，我好聪明呀、啊、你你才短，你手短短，吃不到。拽什么洋文，我也会。噔噔，刚刚那个格非常可爱，就是噔噔打。哎，那个蓝鱼怎么说的？蓝鱼。哎，他哎，好难上了，学不会。混眼熟，熟熟熟都熟，都熟都熟，熟熟熟都看一遍，看一遍，看一遍，扫描扫描扫描，我脑子里就是机器人，确实，对，那么可爱的歌肯定是墩墩打的歌，跟我这种就是没有多大关系了。你看我是会打这种的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混不到脸熟，那你就多混一混，啊，菜皮混脸生，那你改个 ID。我就假装伸一伸。那是和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，立马混行。一定是墩墩打的，这个脸特别长。我没有，哎，我肯定还认不出来。不是哥，你都隔了多久了？你要是隔得近一点，我肯定认得出来。我都没见过你，我怎么认你？你有病啊！你有病啊！有事儿吗你？你有病啊！所以我说眼熟，只是我不知道是谁，但是我眼熟。天天见，那你们来天天见，肯定认不出来。这我只是我知道，就是，但是我只是不对，不知道就是 ID 而已，我只是记不清 ID， 心态崩。哦，最好看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其实还挺好认的，长头发。原来没见过面，有病啊！对，建议每天私信发我一张照片哦。你审核，你发给楚楚姐。木哲，好的不学，净学坏的。三个月没见了，真的吗？才三个月吗？净学，你们就是一天天的在这不学好。本来想做个比喻，想想那个比喻做不了一点儿，不能做。总之就是好的不学，一周没见了。那你下周来见。你从出生开始就没见过猪猪，那倒确实是。我左脸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仅左脸卡粉，我右脸其实也卡。哦，好，这是一个难过的消息。谁在意？我反正不在意，卡吧，只能做网友了。为什么？你已经不算网友了。下个月，嗯，因为就是跳完，我本来就是皮肤就不太好，然后跳完一场公演，带妆那么久就会更卡一点。是不是就是除了皮肤差一点外，别的啥啥都好。你都问我猪皮，怎么能说不在意？你为什么换了个 ID？ 你怎么换？这是换了个号，变成了二的小狗。丑照，我会发现你变出来还是一样丑。这个，嗯。
你要是只发丑照，就是那你看是哪种档次的丑照。你要是那种五官乱飞的话，那我可能会觉得，那我必然会觉得好看了的。你八年后回国，第一张回国是吧？我也没回出来，我真不知道。我觉得我顶多知道我自己是个敏感肌。你是换了个号还是换了个 ID？ 你这是换了个号吧？哎，我干啥了？呀呀呀！点错了，点错了，好吓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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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啥都敢说？怎么你不当网友你就不当网友？你没不敢说似的？手机行，他手机暗恋我，一秒十，哇！这个酒店网有点，那你我很好奇，就是你看你能正常的上网吗？在这个酒店点连麦不是，我就是点到了，不小心点到了，点到了别的。哎呦，劝你不要，为什么呀？哦，这有颗豆。哦 baby， 放心放心。我想看冤。我不配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是我太低端了。是我档次太低了。对不起，今天跳的冤，抓不住的。不知道，我觉得我现在我都觉得。这个规定真是有更过敏、冤，我早就说了这个，我早就说了冤，你们不听。哈哈哈，但是我种草了，就是也没有种草，最后我还是用的医院开的，对，限定皮肤。为什么是限定呢？因为就是以后不让我换衣服了。因为我穿那个没跟他说。给我看一下，我想知道那光好吗？真真说那光特别好，有啥问题？没有啥问题，这开玩笑呀，没有啥问题。那光好吗？我可真真跟我真真说，真真说像开了磨皮一样，那个光也没有。我倒是爱看，我倒是挺爱看，喜欢看各种事，抓不住的。你们爱看不看？我倒是爱看，有点黑。哎，特别好像那个姐姐在上面摆道具的时候，姐姐上面摆道具的时候，她夸一下把灯弄亮，把灯打了个灯那个后空台哥哥。他把灯给打了，特别好笑，特别溜。我觉得姐姐要崩溃了，才多。好啊，好。哎，我这两天刷那个，我想起来我刷的那个。那个普通话最后一个，搞得我都想去考一个普通话试试，好好玩。我还没考过普通话耶，就是我找找。光好。对不起，我的记忆力属实是有一点
我最喜欢的书籍是《三国演义》。《三国演义》顾名思义是三个国家演戏。我看这个真的很好笑。《三国演义》是因为他们三个国家的相处不融洽。说到《三国演义》，我就不得不想到送我这本书的我的母亲。她喜欢瞎编，我哪有瞎编？不简单，我看他们这个好难现编，他们说要编五分钟是吧？这两个元素能让我们更好的。我真的觉得很好笑，我刷到好多个了，还有让我找找，我应该还点赞。嗯，肯定还有。我最喜欢的节日不是春节、元宵节、中秋节、端午节，也不是国外的圣诞节、万圣节，而是三八妇女节。尬死了，真的编的那个真的很好笑，我真觉得我好喜欢看这个。我妈妈这一个妇女，我妈妈她会给我做我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，这是一道家常名菜，它是由西红柿炒鸡和蛋组成的。提到炒鸡就要提到我们班主任，他总说我们，我真的觉得很好笑。小李，对，我刷到好几个那编那段真的很好笑。我每次刷到我就看得很上头。爱看海外旅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喜欢看那个。哦，我今天看他们广巴的那个深写是那啥，37.8度是泳装，37.8度是啥呀？哦，你说那个你们那个吗？最喜欢的那个什么？最喜欢的几那啥书？还有，我还刷了一个呢。我觉得我一路上看了好多教子，考那个什么，考普通话。哎，算了，找不到了。我一路上一直在刷抖音，不敢睡觉，不敢睡一点，怕睡过去，怕睡了眼睛难受。博主 ID 哦，我看看，可能因为我点赞了，然后有时候还有转发。有的人污蔑你，诋毁你，其实是想拥有你已经得到的。有些人嫉妒你，诽谤你，却又想成为你。输赢从来都是失败者的谈资。所以人能继续鸿鹄之志，小人继续鸡毛蒜皮。再不舒服，我是带，就如果睡了的话眼睛会很干很难受。没有字幕，那你现在给我配一个。到点了，谢谢修哥的爬，我该下播了，我该下了，拜拜拜拜。拜拜拜拜拜，祝开富贵，谢谢你，我是富贵花，我是富贵花。谢谢13的爬，谢谢大西的爬，晚安晚安，拜拜拜拜，确实该睡了，3:30了都，我就收拾完可能得要5-6点。谢谢木哲的爬后车，好的，记得买点东西吃，啪啪啪，好的啪啪啪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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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晚安。嗯，拜拜。